团长壮壮一起进场加油了吗？哎，壮壮，好久不见啊、哦！哎，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最近呢，应该整个三月在开训前都在忙着拍摄写真集。那写真集呢，就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也因为这样子呢，看到不一样发型，然后身材也比较瘦一点。哎呦喂、哎，嗯，真的的。常看到你在 IG 这个晒这个好身材，你有减重吗？还是你有一些特别的 paper 这样？有，我也因为这个写真集的拍摄，特别瘦了5公斤，哇，体脂还降了5%，哇，真的非常的辛苦，减肥人生很累。那是怎么瘦下来的？主要呢就是少吃多动，嗯，其实人会胖都是把自己吃胖的，真的，是。对，但是呢，做到这次的写真集呢，真的是物超所值。嗯、我真的是上山又下海、嗯、真的是下到海里了，所以呢很期待在6月份正式出版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壮壮哦。好，那最后要不要跟这个喜欢你的球迷朋友打个这个招呼、嗯、好的，那新的赛季也开始了，除了在篮球赛事场上还有棒球赛事场上都可以进来跟着壮壮一起应援加油之外呢，6月的壮壮个人写真集，请你一定要支持哦。然后也祝大家今天三月